这样是什么？跟住我哋今日咧就約咗一位朋友，估唔到咧喺泰國都會同佢見面。的士嘅車程大概就係3個字左右。咁我哋以為呢啲時間而家係11:30啦，晏晝嘅。跟住我哋以為呢啲時間應該好容易揾到的士啦，所以我哋頭先咧係諗住叫 Grab Taxi 嘅。點知我哋咧等勁耐都係冇的士，然之後就諗住叫酒店幫我哋叫車啦。咁我哋以為酒店叫的士都會安全啲，點知咧的士司機又係坐地起價，因為本身我哋 Grab Taxi 咧見到個價錢係大概100匹左右，的士司機咧就叫雙倍，佢就200匹。跟住然之後我哋問，咁會唔會有會唔會塞車啊？跟住因為咧大家見到啦，勁多車係塞緊嘅，所以咧應該塞後會變30分鐘。咁而我哋搭地鐵都係30分鐘，咁就之後我哋就搭地鐵啦。我本身諗住可以快啲，先諗住搭的士，但結果而家我哋都行緊去地鐵站。是这个海鲜餐，用海鲜迎接我新的一天，真的心情非常之好。오랜만이라약간어색해서그런가잘먹겠습니다지난번에대만에서진짜맛있어맛있어황동안녕하세요아你好你好大家好这是我妈妈안녕하세요엄마준비하셨다아뮤트를해주세요나도나도여기다팍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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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嚟咗呢一个七都七，可以粗口嘅呢个市集啦。就咁睇入面都几可能系好杂乱嘅，所以我喺里面应该系尽可能应该唔会拎 camera 同个手机出嚟嘅，所以争在讲。我哋离开咗啦。呢度好似好啲啊。呢度系宏大条街咯。好晒大真系。一定要查房曬各位。龍眼冰。好熱，38度添，今日好似。咁我而家咧就嚟腳底按摩，跟住加。膊头按摩，因为连续两日已经揼咗全身，今日就谂住比较冇咁繁复嘅。好啦，而家我哋嚟咗脚底按摩，睇啲环境好舒服，我未按应就去瞓着啦。经过呢个1.5個鐘。非常之值得嘅體驗，我仲諗做輕輕咁樣揼一揼啊，點知比琴日同埋前日都係好勁到，我係非常之滿意，即係100分裏面我應該係200分咯，我下次係一定會再嚟嘅，講到咁啊已經，一定會再嚟，我跟住我會不停試第二間，跟住最後一日會過嚟呢度咁樣咯。噔噔噔。我想講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係要去 Big C 啦，跟住發覺 Big C 隔離麥當勞，然之後經過時候發現咧有粟米批 ，Oh my god， 粟米批喺香港曾經何時都出現過粟米批，然之後我係極度愛啦，我係再冇機會食過啦，跟住然之後發現咗佢新鮮，點可以唔食？跟住另外發現咧仲有菠蘿批同埋呢一個蘑菇批啦，然後我決定聽日咧。上機之前咧，我一定要再嚟食麥當勞，我真係好想試唔同國家嘅麥當勞。好完全是那個回憶中的味道，我好迷惑。你當是粟米湯，然後它變得很結實，跟住塞落個批度的感覺，然後很多粟米粒，好幸福啊！
哋所有批都好食，除咗蘋果批之外，我真係好唔中意食蘋果批。你買咗啲咩啊？白力煎、白力煎、白力煎，咖喱、咖喱、咖喱。佢好好啊，幫你執緊嘢啊，執緊位啊，你唔好再拎出嚟啦。我覺得我以我第一次嚟買嗰個情況唔好嚴重。你有節制嘅，我都覺得有，啊、我都覺得有。唔係，如果我肩係大啲嘅話，就冇節制我。我得個細肩嚟咯，今次勁空。咁咧，去完碧斯之後啊，跟住我哋去咗對面嘅 shopping mall 嘅其中一間餐廳度食嘢，跟住又係最後一晚嘅泰國菜嚟。然之後咧，其實我哋係上網睇到有 blog 介紹，跟住就求其入啦。跟住咧見到有呢個奶茶，上面有雪糕，睇下先。嗯，佢係呢一隻對焦係啦。我上次在街邊喝的奶茶好味啲，係啊，一啖兩啖都 OK， 哇，好辣啊！呢個都辣，呢個酸辣汁嘅嗰個汁嚟嘅，青咖喱，終於食到青咖喱嚟啦咁樣。是不辣，但是是 expect 那種味道，即是黑椒汁的那種味道，加了香茅我不太懂的，這是不是香茅？ 是不是點咖喱的？不知道，好像韓國那些點，我們去吃那些湯飯的時候，跟著會給一些生洋葱、生的蘿蔔，跟著你會、你可以點那些深圳，其實我估應該是這樣吃吧。雖然是要付3倍價錢，但算了，我想快點回酒店。